白鹤洞，它白鹤洞和后洞是一个地儿吗？就是一个地方。但是这个桥就算是现在通了，距离我们走过去也是望山跑死马，远着呢。但是它近多了。以前你知道要怎么过去吗？绕河呗，没桥的时候就绕河呗，那还怎么着？珠江大桥。哎呀，我看有个日头照，好多人睇到噶。原来冯元南那边还要往西一点，那个有一个珠江大桥。很古老的，能走铁路也能走有公路的那个桥，坐十九路车，捏一两个小时才捏到它的总站，就是白鹤洞。哎呀，那你这话说的，那以前那个从北京去广东，那不是也坐几天几夜的破火车，也坐。坐三天火车，坐三天火车你还洗不了澡呢，那大热天儿。不是说还有钻到那个人家座位底下去睡，钻座位底下睡它是舒坦，人家实在，你铺个布也不没什么嘛。